13日，花儿乐队成员阿庆的妻子因违法而被捕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警方在他的住所中发现了证物，并对其进行了审讯，以确定来源和用途。据悉，阿庆本名黄汉金，是乐队的吉他手，今年44岁。他的妻子花花本名李文静，是一位年仅14岁的模特。这对夫妇于2014年结婚，目前有两个女儿。他们经常分享家庭生活。就在阿庆44岁生日前两天，他举办了一场记者会。随后，阿庆表达了对妻子的感激之情，称赞她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。阿庆和花花的关系曾引发过争议。阿庆与乐队前主唱菲儿分手后，很快与模特花花建立了关系，并公开承认。菲儿随后退出了娱乐圈，一些网友认为花花是原因之一，并对她进行了嘲讽。2021年，花花回应了这些批评，指出阿庆并不富有，他们居住的房子也是租来的。他在生育后曾遭受健康问题以及焦虑和抑郁等情绪障碍，一度体重降至31公斤，后来他还患上了厌食症，体重进一步下降。如今阿庆妻子被抓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